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谢谢谢谢，非常舞蹈团漂亮的姑娘们，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现在已经在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播出了哈。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愿望、想法或者建议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给我们。全国的手机用户呢，发送短信，发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1066-99-99081，说不定我们就能帮到你的忙。再次感谢现场朋友的光临。所有的短信呢，我们都储存在电脑当中呢。现在我们要随机挑选出十位朋友，要和大家进行电话互动，砸金蛋。来，电脑储备准备，停，停。好，首先感谢这十位朋友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啊。那马上呢，我就要打电话给你。这个游戏呢是有规则的，如果电话接通之后呢无响，您要不接听，或者是彩铃声啊，在我们的规定时间内您要不接听的话呢，很抱歉，幸运就和您擦肩而过了，幸运将回到我们现场朋友的头上。来，我们接通第一部电话连线。第一条信息是来自浙江，手机尾号是1571。他父母在老家帮他们带小孩很辛苦，平时很忙，很想送给他父母一台太阳能热水器。姑娘很幸运啊，第一个来选择金蛋，来告诉我们大家你选择几号？8号。8号，自己来砸。从我这个角度，从我这个方向砸。好，恭喜你，彩屏手机一款送给你，谢谢，谢谢，谢谢。继续连线。是来自陕西，手机尾号6765，环保节能大冰箱。喂，喂，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勇哥你好。客气，你好，怎么称呼？我姓苏。小苏，小苏在陕西，对不对？对。希望送你们家一台环保节能大冰箱。对，打冰箱哈。好，现在选择金蛋，10颗金蛋，序号1到10号，任你选择一个号码。9号吧。9号。嗯。好，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的。9号蛋砸开之后，金花四溅，大冰箱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会。有没有再给我送一张您的相片和签名吧？这是一个额外请求，我会仔细考虑，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祝你家全家幸福，再见，连线。信息来自福建，手机尾号8642，几年短信了哈。从没老婆到现在，他孩子快出生了。是 your dial is power off。行，是你。来告诉我们大家，您来选择几号号码？我选择1号。1号。最高的哈，来，恭喜彩屏手机一款送给您，谢谢谢谢谢谢，再见。信息来自北京，手机尾号1968，他很想送他奶奶一台按摩器。
来，通讯的问题啊，讲。就是你。选择几号带告诉我们啊？十号。哇，来，彩铃手机一款送给你，恭喜，谢谢，继续联系。信息来自江苏，手机尾号0149，送台空调给他三姨，那他大姨二姨都有了，就差三姨了。我们的计时已经开始了。喂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哎，你好，勇哥，你好。客气，怎么称呼？我姓刘。小刘，小刘在江苏，手机尾号0149，对不对？对的。小刘，请告诉我，你有几个姨？我有三位。三个姨哈，大姨、二姨都有空调，就差三姨了，是吧？不是，因为我的三姨家，她相对而言的话，她的家比较远一点。啊，远近跟空调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近一点的话，我们这边都有了呀。她远一点的话比较不方便，因为她是一位残疾人。哦，残障人士哈，对，想帮帮她，对不对？好，小刘来选择金蛋，序号1到10号，十颗金蛋，任意选择一个号码。我选择6号。六号。好，小刘，恭喜！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支持。六号蛋砸开之后，金花四件，一台空调送给你的三姨。那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联系的，再问你三姨好，直接关机挂线了，再见。好的，联系。信息来自安徽，手机尾号6093。在家里无聊跟同学分开又联系不上，所以砸出一部手机。你好，请所拨打电话。行。就是你。来告诉我们，你选择几号金蛋？2号。二号。恭喜，彩屏手机一款。连线。信息来自山东，手机尾号3058，数码照相机。哎，你好啊！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哎，李勇，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在山东，手机尾号3058，对不对？对。发了3年信息了，是吗？对。对，信息非常的多，我们是随机挑选的，很幸运挑选到你了，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是在讽刺我？哈哈哈哈。电话啊，客气，我也很高兴和你通话。数码照相机，那现在十颗金蛋，序号1到10号，来任意选择一颗。目前呢，还有3号、4号、5号、7号四颗金蛋。7号吧。7号。很抱歉，7号蛋砸开之后是空蛋。很抱歉了，但是要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支持，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电话互动游戏，有机会我们打电话好吗？祝你们家幸福，时间关系挂线了，再见。连线。四川，信息来自四川，手机尾号2281。什么时候能看到穿休闲装，而且颜色不是黑白的？你说我穿衣服跟他配辆电动自行车有什么关系啊？哪天我穿一那个大汗衫拖鞋，我给你砸蛋。喂。
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啊？我姓母。姓母。哎呀，你太好了。手机尾号是不是2281，在四川？哎，对对。对，你是很看不惯我穿黑白衣服，是不是？我好像总觉得你给我的印象就是黑色或白色的，想看看你穿休闲装的样子。好，那需要一款电动自行车，来，还有三颗金蛋，正好顺序是，按顺序排列的，3号、4号、5号，任选一颗，金花四溅，电动自行车。选3号吧。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三号站砸开之后是金花四溅，没有问题，电动自行车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好了，我会考虑哪天你穿身休闲服给你看看的。谁关机挂线了，再见，联系。信息来自内蒙古，手机尾号8565。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等你电话。着急呀、啊！喂，你好。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真的吗？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你好，你好，客气客气，怎么称呼？我姓刘。刘断肠人。是的，是的，是的，我都等你好久了。是是是是，我也盼你好久了，手机尾号。谢谢你，谢谢你。手机尾号是8565，对不对？啊，是的，是的。一台微波炉，燃眉之急，着什么急呀、啊？一台微波炉。好着急呀、啊，勇哥！哎呀。那小刘现在来选择金蛋，二选一了啊，是4号和5号，只剩两颗金蛋了。那我选5号吧。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啊！如果是身体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断肠人啊。五号蛋砸开之后没有金花，是空蛋。你继续着急啊！客气客气，谢谢你。那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电话互动游戏，感谢你对节目的支持。有机会我们再打电话好吗？好，今天关机挂线了，再见，连线。最后一通。这条信息来自河南，手机尾号8230，特别是你拿锤砸金蛋的动作。行，行，是，你。这位女士平时肯定是营养不错，会做饭啊。然后你要注意啊，她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啊。最后一颗金蛋了哈、啊、哈，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哇，好运气，来，彩屏手机一款送给你，谢谢。那大家有什么梦想、想法和愿望呢？可以编辑短信。全国的手机用户编辑短信可以发送到10669999081，说不定呢我们就能帮到你的忙。正在播出的是非常六加一，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今天登上非常六加一的舞台的依然是三位主人公，他们的序号依然是1号、2号、3号，他们是谁？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性格、他们有什么绝活，我们拭目以待。那现在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1号主人公。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1号主人公任静。他就是我们今天的1号主人公任静，这间酒吧就是任静每天工作的地方。
看他打扫卫生什么都干的样子，您一定想不到他可不是这里的员工，而是这间酒吧的老板。因为我14岁就离开家一个人独立生活，我就想一开始我就想自己好好赚钱，我送我水，送我盒饭，自己发明的品牌快客雷美食速递，还有就是卖过茶叶，最后就开过酒吧。一开始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开业，所以厚厚的一层灰。当时我们就说是去雇小时工，一个小时我们就舍不得那个钱，就自己去做。每天下午3点左右，任静就会来到酒吧做开业前的准备工作。开门营业之后，任静还自己担当起了调酒师。说是老板，简直就是多重角色于一身。在里面开业以后，就是 DJ、吧员、服务员、收钱的，然后还有歌手，全都担当。虽然忙碌且辛苦，但是任静却从中得到了许多收获。学会与人沟通，怎么样去让自己在这个大环境中去立足。欢迎任静来到非常六加一啊，在西安。方才我们从威塞尔当中得知呢，以前也做过其他的哈。年纪轻轻怎么想起就开酒吧了呢？那个时候刚好是放暑假，我就跟同学一起，一人拿出3000块钱，酒吧就开业了。你们总共拿了多少钱？六千。太便宜了吧？这当时就是图便宜开的这个酒吧。也不是，也想体验一下生活，刚好还赚学费了。哦，那在酒吧里面做老板啊，应该对酒很了解。我刚才看在这个短片当中呢，你在啊在那工作，对酒应该很了解吧？因为不同的酒啊，得用不同的酒杯来喝。对，现场我也带过好像4种酒，然后也带过来4个杯子。刚才任静讲呢，他带来了4种酒，方才他也讲过吧，不同的酒呢要对应不同的酒杯啊。那现场的朋友，谁喝酒啊？谁想来尝试一下酒和哪一种酒杯对应起来才算登对？来，请举手。还有哪位？你开车了吗？来来，面向大家，面向大家，站在吧台后面，站在吧台后面啊！你们一个一个来啊，就从你开始哈。你看哪种酒呢？应该用哪种酒杯来喝？那就是红酒吧。你别那么照顾女同胞好不好？红酒，应该用哪个杯子喝？酒可贵哦。好。他用这只杯子盛了红酒。那想问一下任静哈，这个杯子是用来喝红酒的吗？是啊。你再选一种酒，该你了。那这个白兰地吧。白兰地，嘿嘿，白兰地，白兰地用哪只杯呢？白兰地用哪只杯呢？嘿嘿，你想想吧。你先可以倒一点点，如果你要倒对了的话呢，就一点点品酒；如果你要倒的不对的话呢，还要倒，我给你倒满。好，白兰地，他选择了这只杯。问一下酒吧老板任静，他选择这个杯对不对？不对。感谢你来到非常六加一，为了表达我们全剧组啊对你的这个谢意，敬您这杯酒。好久啊，好，谢谢，还剩下2只杯。任静，你再选，这里面就只有一种是正确答案的了，我就选这个 whiskey。whiskey， 来，你觉得哪只杯？好，你再先倒一点点。针对的话呢，那就是品酒，任静。
你来说一下。对的。那接下来就一只杯子了哈。这个叫做蓝城。叫什么？蓝城。蓝城啊。嗯。他仿佛到了酒吧，哎，拜托，快！你听那种悠扬的音乐。你是来约会的，还是来这个有愁闷的，想借酒消愁哎？啊，郁闷？你怎么了？失恋了？还失业了？也没有。也没有哈、啊。刚找个女朋友。就是、刚找一女朋友，他就郁闷。那人家每天都守着酒吧，应该酒量不错吧？其实不瞒你，我滴酒不沾的。像这种酒，怎么可能？酒吧的女老板滴酒不沾，我还真的很少听说。真的，这四种酒啥味儿，我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嗯。那喝醉了谁收钱呀、啊？你不还收钱呢吗？我们也知道鸡尾酒它能分出几层啊，因为它的酒的比重不一样啊。你能调出几层的这种鸡尾酒来？最多是七层。七层啊？对，七种酒混合在一起，好似彩虹一般。七彩虹，能不能现场给我们调一下七彩虹吗？可以啊。来。我看看，我看看，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你手别抖，我不嘚瑟，我不抖，我不嘚瑟，不嘚瑟，不嘚瑟。很明显哈、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彩虹。其实没用，大概没用十多分钟，我看也就是五六七分钟左右。我倒的比较少，倒的比较少，一般都是这样的标准酒杯吗？还是大一点的杯子？一般都是这个酒杯，但是要倒满的。那这个酒的味道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尝一下，送给您的。我不能喝酒。这酒一定要您喝的。这主持节目不能喝酒，一定要您喝的。这酒他用管子上，您别说、啊、这个度数高不高？不高。头晕了喝完？真的不晕。乱七八糟对一块儿都不晕吗？你可以问一下刚刚的观众吗？这样这么好看的酒喝了多可惜，要不然摆着一定要喝，一定要喝。是用管子插到底，一口气喝完。一口气喝完。不是，这个我怕我喝完之后胡说八道。没事，药就有这个效果。必须要一口喝完啊！对。让我们举起就欢乐的酒杯，让我们为今天干杯，让我们举起就欢乐的酒。让我们为祖国干杯、啊、我现在眼冒七星啊，通常情况下我不大能喝酒，而且呢，我特别是尤其是混合在一块儿的酒，喝完之后我有点晕啊。拜托大家哈、啊，我现在坐一会儿，你们接着看节目，然后那个等一下，这还有一瓶酒，我不能再喝了。
就送给您的，慢慢喝，喝一年，想着我一年。啊啊，是吧？啊，好，谢谢你，谢谢。就代表我们西安三秦好像送给您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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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我坐会儿歇会儿，你们接着看哈，因为任静在《非常六加一》的预演中间还发生了一些故事啊，来接着看导播。来到《非常六加一》培训的日子里，三位专家都对任静演唱时的眼神提出了看法，并且分别做了不同的指导。这首歌曲其实需要你再大气一点，压得住台，现在的眼神乱转，自娱的话呢不够狠。看来顶水杯这招太危险，不过远道而来的任静可是为专家准备了厚礼。我又不喝酒。顾老师竟然对酒不感兴趣，没关系，后面还有。先看看洪斌老师怎么解决他这眼神散的问题。你是这样，你把这个歌词啊，你回去把它写下来啊，按这个歌词，然后规定好我这一句往哪儿看，唱到这句我往哪儿看，来开始啊，这个左前方第一句，来，来，倒过来，森林它一丛丛，好找，跟着歌词动眼神，这招看来还挺好用。训练完毕，可以上酒了。我给你送个礼物啊，酒啊，嗯、不行不行，我不喝酒。我喝酒过敏，真的。有一个经验吗？不不，这你留着喝，自己留着喝啊。好，谢谢你啊。一个不喝，一个过敏，看来这瓶酒只能留给阿涛了。这次任静可等不了培训结束，一见面就先把酒拿了出来。酒，我们酒吧的酒。这酒，这谢谢你，但是确实我们有规定不能要选手的礼物。谢谢，但是你的这个心意呢，我肯定记在心上，但是我们肯定不能收您的礼物。不过阿涛给任静出的训练眼神的新点子倒是让他兴奋了起来。他现在换了一个更大的劲儿，他眼睛要看着，对不对？就在这片打空地，不怕你任静眼神练不出来，先往远了看好不好？好，我来了一起唱。嗯，对，走入森林中，看这里，看这里，森林它一丛丛，看这里，看这里，有很远，我看不到它。阿涛老师，阿涛老师，人呢？阿涛哪儿去了？哎呦，快点，快点，喊着喊着。训练结束，总算到了上台的日子。任静的酒可成了让他发愁的事儿。哎，大爷，送您瓶酒吧。我喝杯酒不喝红酒。你喝杯酒不喝红酒啊？你他喝杯酒不喝红酒，我的酒啊，又送不出去了。谢谢你啊。刚才说送我一礼物，喝着这酒，送谁谁不要，剩在我这儿，我心里一阵拔凉拔凉。谢谢你啊！我也谢谢您啊！你这酒终于送出去了。看门的大爷都不要。经过一番培训之后，你的这个眼神问题解决了没有？有所改变，就是眼神放远了，唱歌的神态也就不一样了。顾磊、阿涛还有洪斌都对你做了这个眼神方面的一些培训，有了很大的长进和改进哈。现场谁唱？谁不会唱歌？对不起，我听你说什么歌都会。我说错了，我什么歌都不会。那我晕了。我晕了啊。现在呢对你进行眼神方面的训练，因为你需要训练，但是你的训练，所以说嘛，你的训练有难度。你现在有四只眼睛，你可以把眼镜摘掉。放水吗？你说不放水不行。
可以帮帮他。让我们举起这欢乐的酒杯，喝了我们的欢乐的酒杯，欢乐的酒杯。不要紧，是一点点水而已啊！谢谢你的这种奉献精神。那刚才呢，你这个黑眼人呢，哈，这个方向的这个角度变换非常丰富，主要是往中间再使劲儿哈。好，谢谢你，谢谢。好了，那我们了解了任静啊，非常的热情好客，上来就灌了我们每个人好几杯啊。那祝愿任静的酒吧呢能够生意兴隆。来，现在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要请你步入梦想之门。任静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你好运。掌声有请二号主人公牛小猛。董哥好。你好，欢迎牛小猛呢来到非常六加一。从这身打扮上呢，大家已经猜出你是干什么的，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高帽、花围裙、白上衣、黑裤，我是一名西餐厨师。西餐厨师，好，这个名字牛小猛，
哎，有点意思哈。哪人？我家在宁夏。宁夏。现在在江苏常州工作。啊。其实我原来不叫牛小猛，原来叫牛猛。牛猛。后来我家那边人口音重嘛，啊，他就。牛氓流氓流氓流氓就出来了，然后就改叫牛小猛。啊，因为有当地的口音，就是牛猛，牛猛，就最后把它叫成流氓。流氓，哎，那牛小猛，然后在当地叫的就是刘小猛。盘里面装的是什么？打开看看好不好？其实不瞒大家说，我来非常六加一呢，是给大家来上菜的。啊，这是我精心准备的第一道菜，叫厨师色拉。哎呦，这里面有鸡蛋，嗯，有美国的红黄彩椒，啊，这个东西呢叫紫叶生菜，啊，然后这个呢紫甘蓝，还有腌鸡胸，还有黄瓜，啊，还有洋葱，啊，拿那个法汁和橄榄油拌出来的。第一道厨师沙拉应该是开胃菜。开胃菜，对。开胃菜。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开胃。给大家分分菜，好不好？没问题，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问问好吃不好吃？好吃，好吃啊！好吃，口感怎么样？很口感。啊，很开胃，很开胃啊，口感还都不错啊。口感还好。那西餐的第一道菜呢，开胃菜。那下一道菜，第二道菜。第二道菜是汤品。那是西餐程序第二道菜就是汤。汤，对，第二道菜是汤。来，上汤。谢谢谢谢。汤。奶油南瓜汤。哦，奶油南瓜汤。哎。奶油南瓜汤这个这是你怎么做的呢？这个说来话长了。啊，您别看这一小盅南瓜啊，南瓜汤，您知道用几个南瓜吗？用两个半南瓜做的。两个半南瓜做一小盅南瓜汤，这不够给大家分的这个。其实不瞒大家说，我来参加非常有家也是本当地是为勇哥您准备的。给我准备？哎，给您准备的。我刚喝完酒，我在喝汤。哎，况且我老师告诉大家呢，其实我打小就怕喝汤。我不怎么喝汤的。哎，我就怕勇哥您会催促，我可带证据了。勇哥您都是看着别人喝汤嘴就馋了。不可能。嗯，请播放我的证据。莲藻猪骨汤。哇。Me cuando como y donde tú siempre respondes quiz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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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没有骗大家吗？这也能证明我，你把它喝了吧。那我尝一口，尝一口啊，尝一口。南瓜汤。南瓜汤。两只半南瓜。两只半南瓜熬的。你尝一下。南瓜对人体可有帮助了，嗯，它不仅可以帮助消化，而且还能保护我们的胃肠黏膜呢。所以你先上的是沙拉啊，开胃的，有助于消化。上来这个汤呢，也是有助于消化的。你能不能给我们上点能消化的东西？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上菜。牛排，说起西餐中啊，最具代表性的菜。牛排了，我们来看一看牛小猛啊，他是怎么来料理牛排的。来到北京之后，牛小猛就一直向栏目组人员请求能否帮他联系一个酒店后厨，实现他为大家展示厨艺的愿望。经过一番周折，小猛终于得到北京中国大饭店总厨的邀请。今天他来到这里，将利用这里的后厨为大家展示他的牛排烹饪技艺。走进这间正规的西餐厨房，首先吸引我们的就是这里各色的刀具和砧板。
那这把叫红刀，为什么叫红刀？因为这个把是红颜色的。看大家看到反了吗？这边是红色，用一些生肉，然后红肉一类带血的红肉一类的。这个板呢，这个叫绿刀，绿板配绿刀。然后这个是用于切一些，比如说这个呀、芦笋呀、绿色食材，比如说 parsley 啊、彩椒啊、胡萝卜一些的。然后这个叫白板，是切即食食品。什么叫即食？就是熟食。然后这个叫蓝刀，蓝刀配蓝板。蓝刀的话用于切鱼类，比如说像刺身。介绍完这些家伙事儿，小猛就开始了他的牛排制作。先要加工处理的就是这些配餐用的蔬菜。客人很多的话，我们会很忙的话，一个菜做好的话，可能无暇顾及这个菜，这菜可能会放凉，我们需要这个东西叫暖灯，放在这里保持大家这个温度。我们现在把这东西向晒，然后是为了把它们水分更加的能散发开。一番忙碌，今天的主角终于出场了。经过切割和腌制之后，接下来就要对牛排进行煎烤。就在这时，小猛的一个举动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掐指一算，他这究竟是在做什么？为了不影响他，我们还是回头再问。一切准备工作完成，现在就该摆盘了。为了能让小猛表现得更好，总厨大人也来帮忙了。经过这次经历，看来小猛也是收获颇多呀。You can smell it, so now you smell the fresh rosemary. Zhu, Lu Jai, you la you how? 有中国大饭店的行政总厨啊，行政总厨通常是不下手的。给了牛小猛很多的建议，而且呢建议他如何摆盘啊，在这里呢我们要他这位行政总厨呢表示感谢。你在那儿掐掐算算跟算命先生一样，你们这厨师都你们在干嘛呢？我是参谋，这个手法，这个是测试这只牛哪年生的啊，他的母亲是谁，他爸妈是谁，然后他老不老。瞎说什么呀，和你开个玩笑。这个手指呢是测试牛排有几成熟的啊，然后有从食指到小拇指3、7、9，这边代表3成、5成、7成、9成。你看我们这样，把这个食指放到这里，全身放松摸这里的话呢，这儿的肉跟3成的时候肉是一样的啊，然后5成熟、7成熟、9成熟，3、5、7、9。这个了解到刚才牛小猛呢是在掐算这个牛肉的这个程度啊，熟的程度几成。那现在我们来现场考量一下啊，牛小猛啊，他对这个牛肉的这个熟的这个程度的啊这个功力如何啊？需要你把眼睛蒙上，没问题。我们准备了4块牛肉。来，把4块牛排都推上来，啊，别回头啊，别回头哈。哦。好，来，转身。你通常是用左手还是用右手啊？用这个手。确实是。用哪只手来触摸牛肉？这个手。好。三成熟，哎，这个七成熟，等一下，这块牛肉没摆好，哦，我再摸摸，这
这个全熟吧，这个牛肉肯定烤熟了。哎呀，前面都是正确的哈，刚才就这个地方，这怎么叫全熟？这还生着呢，还没下锅呢，就是告了点油而已。我说，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方才在中国大饭店行政总厨的帮助之下呢，我们看到的那一盘摆盘很精致的那牛肉呢，是牛小猛呢下了很大功夫的。应该给谁来吃呢？我觉得有一个人是最有资格的，那就是从宁夏远道而来的牛小猛的母亲。来，主持人好。啊，你好，专程从宁夏赶来看儿子的哈。嗯。那儿子在这个常州工作，离开家乡。有多久没有见面了？你们母子俩？一年半没有回家了。一年半哈。啊。想不想儿子呢？肯定想。想哈。那现在他是西餐厨师，那您吃过他给您做的西餐吗？没有。没有啊。啊。其实呢。为什么他不给您做西餐呢？是您吃不惯，还是他没时间？他没时间。妈妈一直没有吃过你的这个亲手做的西餐了。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刚才说最有资格吃到那一碟精致的牛排的就应该是牛小猛的母亲。来，我们把牛小猛自己端下去，让母亲品尝一下。来，你来尝尝一尝，感觉味道怎么样？大家盘子您拿着吧。好，牛小猛呢即将进入梦想之门了，你有什么鼓励和加油的话要跟他说吗？我希望我的儿子在工作上加倍努力，一定要做一个最好的厨师。你看一块牛肉下去，底说话底气都足了。来，牛小猛，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你好运。